画面上会当看到大家认真地做糖霜饼干，伫老细耐心指导下所画出来饼，那是色彩丰富，嘛真水。伊是大新高中中介教育班的学生，学校是特别透过多元的课程来帮助因努力适应伫校园的学习环境。那主要是让学生抽离出来原本的班级，然后由外聘的老师教他们一些记忆方面的课程。那糖霜制作的课程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跟他们的美感，那也透过这个课程教导他们人际的相处跟互助的部分。第七点，我听也特别选择在110年开工的第一天来到大新国中关心这些同学，近段来向真爱多多运动，随时修正家己行为，以及主动自发关心别人心理内部，来送给因，也期待借着老师甲家长的爱，有学生会当好好接受学校的教育。那其实学校，同学来自四面八方，然后每个人的学习进展都不一样。除了肯定，非常学习成就不错了，但是对于很多一般的同学，我们也会加强去关心。我觉得其实毕竟有教无类，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来自老师跟家长对于学生的加倍付出跟关怀，可以让学生有将来有更好的发展。其实每一位学生都无可限量的前途，似乎嘛未放弃任何一个，未来持续透过无同的管道来积极辅导，进一步降低中错率，并提高复学率，让每一个囡仔都有基本的学历加竞争实力。